十日 ，Angelababy 为相识多年的摄影师好友 Mikoko 郭碧琪庆生。照片中，一众好姐妹参加生日派对 ，Baby 当天还是素颜上阵的。不过，我们的女神 Baby 可是360度无死角，即便是素颜亮相，那颜值也是超抗打的。对着镜头甜笑的她，开心比微，非常可爱。杨颖还为好友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，还是一个超级性感的女战士造型，果然真的是超用心的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